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Vita 学生宿舍，在利物浦的这一处公寓，在我身后的就是这一处公寓的大楼。这其实是由三栋不同时期、不同建筑风格所组成的大楼。在大家看到的最左边的这一处大楼叫 Chapel， 顾名思义，它以前被用作一个小教堂。中间的这个大楼是一栋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大楼，最下面的那一处大楼叫 Tinning， 是一栋比较现代的建筑。这三栋建筑虽然外部风格不一样，但其实内部是相通的，并且里面的装修装饰风格也是统一的。这处公寓位于利物浦市非常中心的位置，从这个方向走下去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利物浦的中心步行街，走下去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，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利物浦大学。同样是这个方向走下去七分钟就可以到达利物浦最大的火车站，所以它的出行也是非常方便的。从位于厅顶的大门进来，我们就来到这处公寓的接待大厅。这里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，为你解决各种的问题，同样也保证了这个公寓的安全性。从楼上 reception 下来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一个早餐吧区域。 Vita 作为一个高级学生公寓品牌，为它的每一处公寓都配备的有这么一个早餐吧。每周的一到五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，你都可以在这里取到各种的早餐，比如有水果、牛奶、面包、茶、果汁，还有咖啡，满足你早上的热量需求。从那边早餐吧过来，我们就来到这个游戏区域，这里有乒乓、桌球，那边还有桌上足球。在这里和你的朋友、室友一起活动，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在那边游戏区域的另一侧，这里设置了有非常多的桌椅和沙发，这个主要是提供给大家休息和自习的地方。在我身后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，因为 Vita 的房间大多数都是 studio， 如果你有非常多的朋友需要聚餐的话，在你自己的 studio 里面就不是很方便了，所以 Vita 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厨房供大家聚餐使用。在这个厨房后面还有两个比较封闭比较安静的自习室，在自习室的再后面还有一个电影室。同样在公寓的负一楼有这么大一个健身房，这里的所有器械都可以满足你各方面的健身需求。它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，所以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过来挥洒你的汗水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一处公寓最典型的一个 studio 房间。从这个门进来，我们首先来到的就是一个厨房区域。在这里 Vita 给大家配备的有电磁炉、烤箱以及嵌入式的冰箱，在这里还有水壶、面包机。除此之外， Vita 还给大家配备的有所有的餐具。在这个厨房的对面就是一个卫士兼浴室间的区域，这个卫浴虽然紧凑，但是集成了马桶、洗脸池、淋浴间，这些高品质的设施仅提供给一个 studio 使用，也非常的方便和清洁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 studio 的卧室区域，在这个房间的正中心就是这么大一张双人床，这个双人床可以非常轻易的掀起来，下面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储物空间。在双人床的两侧有两个立式的大衣柜，双人床正对的方向有一个32寸的智能电视，通过房间配备的250兆的高速网络，你可以访问到各种的电视节目。在电视的上面有一个在英国不太常见的空调，在这边还有书桌和书架，提供给你自习的区域。